就跟那个方格那个一样吗？对不对？就一个给你一个图形，然后给你一个角度，让你求偏远系的、啊。就看相同的类型的题目。好，所以你是要找两个角度相远是 C 的、啊，那你从你要找哪两个？那你找上面啊，因为上面这边它题目说这边是直角，所以你找的应该是什么？这一个是 R 吧？然后呢，这一个是贝塔，所以 R 法减贝塔是 C 的。那为什么找这边？因为你直角三角形在这里啊。如果你看红色的话，它是这个。所以我的 tangent alpha 一边分是对边嘛，所以3 a 分之2 a， 所以三分之二。tangent beta， 看这个三角形嘛。一边分之对边，所以3 a 分之 a， 所以三分之一。那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解这里，没有把 theta 换掉。阿尔法减贝塔，使用 tangent 的擦角公式，就可以算得出来答案。所以这一题基本上你在一至一至二学的时候你是可以算的，但是你在一至四，你又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算它。叫 Moody。Moody 啊。我们看一下讲义哦，46页，讲义46页，看一下今天能不能讲到半角公式哦。那我们昨天讲的例题12哦，就是用那个角度和斜边去表示两个，对吧？给你一个直角三角形，这个角度叫 theta， 斜边叫3。所以我可以用角度和斜边去表示这两个，所以这边应该是多少？三 cos 三 sin 西塔，这边应该是多少？三倍的 cos 西塔。那你这个东西你要去习惯它哦。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说，老师长度就是一个值啊，长度就是一个值。这确实是值啊，三角函数值 是值啊，而且这个值是实数哦，那实数乘以3那还是一个数啊，那出来是值啊，所以值可以当边长没有错，它现在是用符号再去表示了，所以你这个你要习惯哦。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例题13哦，例题13它讲的是三倍角公式的推导，哦，三倍角公式的推导，好，看一下如何推导这个公式哦。我们昨天介绍 sin cos tangent 的两倍角公式，哦， sin cos tangent 的两倍角公式，那我上面写的 sin 跟 cos tangent 我待会再补吗？后面有位置我再补。好，那接下来要进入到三倍角，那三倍角我们介绍的和学的只有两个，一个叫 sin， 一个叫 cos， 那一样我们还是利用合角公式去把它化解，看它的公式长什么样。好，所以这里呢一样哦，把3 c 的你应该可以把它转换成多少？哎 ，c 打加2 c， 所以这里就有合角 ，sin 的合角，所以使用 sin 的合角公式把它化解。所以 sin 这应该是 sin 开口，所以 sin cos cos sin， 加，所以这里是加的 ，cos sin。好，那接下来呢？角度里面有 c 的，有2 c 的，那我只好把2 c 的换掉啊，
因为这个二西打你跟这边没办法处理，所以我只好把这个二西打再转换成西打角就好。哦，好，那你看哦，以 sin 二西打来讲，它只能转换谁？两倍的 sin 乘 cos。可是以 cos 的二西打来讲，它可以转换有三个嘛？那你要转换成哪一组？你觉得你想要转换成哪一组？现在有三组啊，一组、两组、三组。你觉得你想转换哪一组？觉得比较恰当，或比较好？第三个就是只有 sin， 为什么？那前面只有 sin 啊，就当然让它跟前面的 sin 有关系就好。所以我将这个 cos 的二西塔，我用第三个公式把它转换掉，所以就是。一减掉两倍的 sin 平方 c， 好，后面一样造型。那 sin 的二西塔刚刚不是说了吗？就写成谁？两倍的 sin 乘上 cos。好，那前面的部分把它去刮弧展开，所以 sin 乘进去，所以也就是第一个乘进去，所以是 sin c， sin 再乘进去，所以是连减两倍的 sin 平方，很分正哦， sin 乘进去，所以应该是减两倍的 sin 三次方 c。 好，后面整理一下， cos 乘 cos 再乘两倍的 sin，所以我把两倍的 sin 写在前面， cos 乘 cos 写在后面，那 cos 乘 cos 就是 cos 平方。那 cos 平方里面都是 sin 啊，但是却有一个 cos 平方，所以我只好再把 cos 平方换掉。所以应该是这样哦，原本是这个样子。那你会发现这里面只剩下这个是 cos， 所以我只好再把 cos 平方换成 sin。那 cos 平方怎么换成 sin？对，平方关系，所以把它换掉。好，利用平方关系换掉，所以 cos 平方应该换成一减 sin 平方。好，后面把它展开，后面展开应该变多少？我整理在旁边哦。这边展开我的二 sin 西塔乘进去，所以应该是二 sin 西塔。二三西塔乘它，所以正负得负，所以应该是负的。二 sin 三次方 c， 所以你后面乘分配率乘进去之后，它应该是红色这一个。好，那跟前面同类项合并，所以一个 sin 西塔再加两个 sin 西塔，所以三个 sin 西塔。减四个 sin 三次方，再减两个 sin 三次方，所以总共减几个？减两个，再减两个，所以减几个？减四个，所以减四个 sin 三次方。所以我顺利的就将 sin 的三次方，sin 的三次方推导成角度只剩下西塔。对，所以我就拿这个公式来使用，称作 sin 的三倍角公式。好，写上去吧。今天回去的作业哦，就是把讲义一至三完成到
一至三完成，然后一至四就是完成到今天讲的啊、哦。然后回去习作，写一至四。除了半角，如果半角公式有讲到，那就写，反正至少写到三倍角公式那里。这礼拜作业簿就先不发回去，因为我还没有改完。但是我都还没有碰。因为我这学期有四个班哦，所以然后又还有那个协办行政，所以课很多，还有很多事哦。好，所以这里哦，你再看一次过程哦，先把三倍的西塔转换成西塔加二西塔，然后利用 sin 的合角公式转换。但是转换出来之后呢，它有二西塔，二西塔，所以你先用两倍角公式转换过去。那两倍角呢 ？sin 的两倍角你只能换这一个。那 cos 的两倍角有三个选择，那到底要使用哪一个？我刚刚选择只有 sin 的那一个，为什么？因为前面只有 sin， 所以我想把全部都换成 sin， 这是一种考量。第二种考量是因为。我要证的是 sin 的三 c 的，所以我想看看公式，我想都是 sin， 我这是第二种考量，所以我把这个选择的是第三个公式。好，你展开完是前面，那后面呢？好，是这样，这样你相乘基本上是两倍的 sin 再乘上 cos 平方，那 cos 平方就变成一减 sin 平方，这里再使用分配列展开就变成红色，好，同类下合并最后变成一个。好，那 sin 的三西塔是这样，那 cos 的三西塔呢？来，你自己正着看，还要你正吗？右边第二小题 ，cos 的三西塔，好，你自己正着看。
所以一样哦，你把三西塔转换成西塔加二西塔，所以你就会有 cos 的合角公式。好，使用 cos 的合角公式展开，那里面就有 cos 二西塔跟 sin 二西塔。那 cos 二西塔一样嘛，有三个公式给你选。那你刚才选择是跟 cos 有关的，所以我把它换成跟 cos 有关，所以应该是两倍的 cos 平方西塔减一。好，那后面的 sin 二西塔你只有一种，所以只能转换成八。那在你前面展开之后变成一个。后面呢？后面我稍微看一下啊、哦，二乘 sin 再乘 sin 再乘 cos， 所以我把二跟 cos 先写在前面，二乘 cos， 应该还有乘上一个 sin 平方，还有一个 sin 平方，但是全部前面都是 cos， 所以我把那个 sin 平方利用平方关系换掉，变成一减 cos 平方，然后这里去把它展开，就变成红色这一个。接下来在同类项看起来像同类项合并哦，所以两个 cos 三次方西塔加上两个，所以四个，减一个再减两个，所以减三个，所以最后 cos 三西塔就等于这样。那你会看它的样子，基本上很像哦，很像。那不管是讲义或是我啊，我都是。确实在这边的时候，我们都是教学生，就是怎么背呢？就是这样哦，我们都是背这一个 cos。那他背怎么背？他练的台语的翻译哦，是台语的是就是是嘛，所以这边他念成 cos 加 cos。如果你看不懂的话，你翻到前面去，他也是这样的讲啊。你往前翻哦，44页，有没有三倍角公式的第二个？你画后面那个就好了 ，c cos， 画就是 cos 嘛，就 cos 等 cos 的 cos， 哦，所以是 c cos 减三 cos， 听起来好像有点 low， 对不对？所以 cos 的三西塔它的公式就是 c cos， 这个沙子是这边的三啊，你会发现它是取数字有没有 ？c cos 减三 cos。那以前我们没有方式去记 sin， 但是我发现现在参考书或讲义也很好，他也帮你记了一个 sin， 我看了一下也是，什么三上物是三上，你就记三上这个人，到物是山上去，所以你知道三上这个人到物是山，那后面是物是山。三上，所以这是三 sin 三，听起来有点老舍。哦，那学这两个公式要干嘛呢？哦，它又可以再解决某一种类型的题目哦。来看一下，例题十四，例题十四，求 sin 的十八度。的时候，你在学这个 sin 的十八度，你是没有办法求的。第一个哦，这个十八度的直角三角形哦，它的边长比可能不是一个很漂亮的数，可能是一个无理数，而且是不漂亮的数。哦，所以在求，我们没有特别去记它的边长比值，我们没有特别去记它的边长比值。那到底怎么去求这一个呢？你发现你使用两倍角没有办法。你使用合角公式或叉角公式也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可能找到两个角相加是十八，或两个角相减是十八的，那个角度你没有那么漂亮。哦，那你想想看哦，刚好十八的三，十八，说老师，可是它的三倍也不漂亮哎，它的三倍是多少？十八的三倍是多少？54，哎，也不漂亮。那你觉得它的几倍会比较漂亮一点？五倍，哦，如果你的西塔是十八度的话，那你会发现，
倍的西塔刚好是多少？九十。哦，刚好是九十。所以我假设，西塔是十八。所以基本上题目就是要我求，题目就是要我求 sin 西。那我会发现到说，五倍的西塔就是九十。好，那这五倍呢？我没有学到五倍啊，可是我们有学到两倍跟三倍，刚好两倍加三倍就是五倍。所以我把这个五哦，我把它看成是这个样子哦，二西塔加上三西塔等于九十。那么你现在不要急着取。sin， 我把某一个角度移向过去之后再取 sin。好，但是你看哦，看一下黑板，你要移哪一个过去？这两个要移向哦。好，现在我移 sin 西塔过去哦。你待会自己试试看，我们会有时间给你试试看。如果移这个过去，那样子不太一样。好，来，我们移 sin 西塔过去。一三西塔过去，那就变成二西塔等于九十减掉三西。好，这个时候我再同取 sin， 所以左边是 sin 的二西塔，右边呢是 sin 的九十度减掉三西。好，那右边我就可以使用角度转换的公式嘛，九十度减掉这个角度。所以我把这个角度看成一个小角度，所以基本上这边在第一象限 ，sin 在第一象限不用变它哦。所以这边出来应该是 sin 的二西塔等于 cosine 的三西。我第一个它是正的，因为在第一象限。再来 sin 碰到九十度要变 cosine， 所以应该是 sin 的二西塔等于 cosine 的三西。好，所以左边是两倍角，右边是三倍角。好，使用公式了，所以你左边只能用谁去转换？只能用 sin 去转换。好，所以应该是多少？两倍的 sin 西塔乘上 cosine 西塔。好，那右边呢？西 cosine 加上 cos 嘛 ，cosine 的嘛，所以 sin。cos 减 sin 嘛，那就背出来了。好了，你先看一下这个式子哦。这个式子有什么目前你觉得特别的地方？啊，弟弟、妹妹、帅哥、美女，这个式怎么办？每一个都有谁？每一个都有 cos， 所以我同取。他说我同除。cosine， 对，所以我接下来同除 cosine， 所以我同除 cosine 西塔之后，左边剩下两倍的 sin 西塔，右边呢剩下四倍的 cosine 平方西塔，减掉 sin。好，那接下来呢？有 sin 有 cos， 那怎么办？你要把 sin 换 cos， 这边可不可以换？没办法换哦，如果要换要变更有根号，所以我只好把这边换掉，把 cos 平方换成一减 sin 平方，所以左边造型，所以是四倍的一减 sin 平方西塔减 sin。好，展开化解。展开化解，而且我顺便移项过去了哦。这边展开是四，减掉四倍的 sin 平方西塔，所以我把那个减四移过去哦，所以这边应该是四倍的 sin 平方西塔，再加上两倍的 sin 西塔，四减三，一，一移项过去，一。哦，所以整理一下就变成四倍的 sin 平方西塔加上两倍的 sin 西塔减一。好，接下来怎么解它？
可不可以实质交成因式分解？这些系数能不能看起来能不能实质交成因式分解？可以哦，可不可以？有办法懂吗？对不对？那没有办法，但是你还是要解 sin 系的啊，那怎么办？公式解。所以我把 sin 看成是 s 的话，那就是 4s 平方加 2s 减一，公式解。所以我的 sin 系的就等于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4加 4ac， 所以加16，所以4加16 24。好，化简哦，所以应该是8分之负2加减根号20是2根号5，所以同除2，所以也就是四分之负一加减根号。好，来告诉我谁不合？负不合，为什么？18度不可能是负的哦，所以这边负不合。好，结束了。西塔我假的是18嘛，所以 sin 西塔算出来是四分之负一加减根号五。那西塔你把西塔换成回去18，那就 sin 18度了。这里你右边留一个空位哦，14米你右边再留一点点空位。再一次哦，我将 C 打，我发现它的5倍是90，所以5 C 打是90度。那这个5 C 打，我把它拆成2 C 打加3 C 打，所以2 C 打加3 C 打是90度。那这里我是把3 C 打移向过去，移向完之后，因为我要求是 sin 18嘛，所以我同取 sin。接下来角度公式的转换，所以是 sin 的2 C 打等于右边是。cosine 的 3c， 那你就会有两倍角跟三倍角的公式，好，分别写出来之后，你发现这里我可以同除 cosine， 这里可以同除 cosine，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变那个样子之后呢，有 sin 有 cosine， 所以你会发现哦，如果一个式子里面有 sin 有 cosine， 通常我想把它转换成某一种。那这里我当然把这个换掉，因为这边有平方关系可以换掉。哦，所以利用平方关系把这个换掉。好，展开你就发现它很像一个二次方程式。那既然不能因式分解，那你只好去背公式啊。所以我的 s 就是 sin θ 等于 2a 分之负 b 再减到 b 平方减 4ac， 再去做化解，最后负不合，因为 sin 18度不会是负。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刚刚我是把 sin θ 移项过去，现在我把 2θ 移项过去，你看它会变什么样子，好不好？你试试看。如果我把 3θ 留在左边，把 2θ 移项过去，你试试看会变什么样？也是，一样同取 sin， 到这里同学应该是没有问题哦，就是你同取 sin 左边是 sin 的 3c， 右边呢用角度转换，所以你发现 sin 通到90变 cosine， 我的第一项变水前面还是正的，所以 sin 的 3c 等于正的 cosine 2c 的。好，使用 sin 的三倍角公式在左边，哦，所以是 3sin 减负是3嘛 sin。负是三上，所以三 sin 减负是 sin 三次方。好，那右边的两倍角 cosine 的，你要转换成谁？两倍角公式有三个，你要转换成哪一个？是转换成 sin 的那一个。所以你转换成 sin 的那个，应该是一减掉两倍的 sin 平方 c 的。好，整理一下啊、哦，全部都移到左边，我全部都移到右边来，所以四倍的 sin 三次方 θ 减掉两倍的 sin 平方 θ 减掉三倍的 sin θ 加一等于零。好，请问一下，看一下黑板，全部移项到右边来之后变成这个样。刚刚呢是还有可以同除 cosine， 它就变成一个二次式。可是这里你发现没办法同除啊，我连 sin 都没办法同除，会有一个常数像一在那里，怎么办？解它啊，还是去解它？所以把它看成哪一个方程式来解？ 4s 三次方减 2s 平方。减 3s 加一等于零，这个方程式来解，那不就回到包一了吗？解三次方程式使用什么方式去解它？对，牛顿一次因式检验法。牛顿一次因式检验法。那我告诉你哦，通常这种题目要去要你算的，要你因式分解的，一定都可以找，而且很快就找得到。你大一进去就是零啦。带一进去不就是零的吗？带一进去是零，代表它有哪一个因数？因式定理告诉你，带一进去是零，代表它有哪一个因数？对，它有 s 减一的因式。那你就拿它去除以 s 减一，所以综合除法是负二负三一除以 s 减一，
S 减一，所以这里大一嘛。所以来四拉下来，四二二负一负一零回来，于是是零。所以它应该被我分解成什么 ？S 减一乘上四 S 平方加二 S 减一等于零。那这个等于零或这个等于零，那你会知道它不会是等于一哦。如果这个是零的话，那 S 是一 ，S 是一，那代表 sin 十八度是一 ，sin 十八度有没有可能是一？不可能啊 ，sin 几度是一？九十度哦，所以这边会不合。那你只好去解这边，那这边解出来也是那个答案，好不好？所以不要碰到三次式就不会解了哦。所以这里提示你哦，发现大一进去的时候，它是零。所以推得有 S 减一的因式，那既然有 S 减一的因式，那我就拿这个多项式除以 S 减一，所以除以 S 减一，所以这里会把一吗？这一题特别的地方是，你以哪一个过去，它的解法不太一样。所以第二种解法，我是把二 c 打移过去，一样同取 sin， 但是它没有办法可以消掉，所以你移项完之后，它变成一个三次方的方程式。所以你必须去解这个三次方的方程式。那要解啊，那就因式分解。因式分解，那你要找它一次因式。可以使用一次因式检验法，那这种检验法都很容易，为什么？但要你分解一定都不难，大家都带整数，大家就可以出来，顶多带到二分之一这种。你发现大一进去就是零，所以有 S 减一的因式，所以除以 S 减一，商在这里哦，所以 S 减一乘上商嘛，所以相乘是零，它是零或它是零，那它是零这边也不能因式分解，好，继续去解。那你会发现这个这边就跟那个一样，四 s 平方加二 s 减一一样，所以你解出来 s 是一样，负不合。这样有没有问题？所以 cosine 是八度，你也可以自己去算。哦，所以这个十八度的 sine 跟 cosine 都是使用里面的内容包含了两倍角跟三倍角，所以你必须要把三倍角公式背好。三倍角公式要背好哦。那我们今天教不到半角，半角下礼拜再讲哦。所以作业我讲一下，就是写到演练十四，写到演练十四。好，来后面段考实力演练，段考实力演练一到十，把它写完。哦，段考实力演练一到十，把它写完哦。把三倍角公式背一下，待会找人问。